的部分是做镂空，中位的地方是让大家把这个小可爱的地方或者胸型的地方收好。手的话也是哦，非常的贴心，手袖还帮大家做这种小蕾丝，超级大弹的。白色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体谅，然后平肩穿好，你一定要认真看它每一个的雕花，每一个的蕾丝，每一个的拼接，真的非常的用心。穿窄管裤的时候可能可以放出来，穿一些这种有松紧织带的，你可以把它放进去。然后这个完全软料，亲肤不刺痒。最可爱的是这次的手，我们是做这种小微蓬。当然，你是想要度假休闲，这件衣服都可以。我身上的米白会比较优雅一点，那白色的话呢，就是比较亮，比较清新感。身形这边有做的特别宽松，所以如果你是棉花糖女生的话，这件也是 OK， 或是大胸围女生也是 OK。它上面那个蕾丝是透透的，很好看，然后上面还有做一个小荷叶，然后是有点亲肤透肤的感觉。你们里面夏季还是要穿浅色的那个。是的。